我们认识了接近十年了，然后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起成长。丧风里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标识，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有超越这个标识更多的含义。它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拒绝感，但同时又有一种专业的精神在里面。我们的设计灵感很多时候是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，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一些想法。然后整个系列有点像是一个群像剧，就有很多人他不同的对于焦虑的反应，对于生活中问题的反应，他自己的处理方式，他采取的应对策略。我们用很多功能性材料，包括像我们跟 IWP 合作的这个系列也是以讨论羊毛的功能性为主。我是觉得更多的是打破人们对羊毛的一种固有的认知。我们现在尝试就是更多能够用在比如说春夏系列上，让大家能够觉得说羊毛其实它本有的质感其实可以变成更多元，更适合除了秋冬以外的季节和场合穿着。就这一代的设计师特别幸运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充满生机的市场，同时我们也非常受惠于中国本土的制造业，就 local 的制造商，他们也会对这个年轻的设计师的创意表示支持。